现在出来。
不是马塔米。哦，这个是钓鱼类。西伯爱河，马塔马塔纳河。嗯。哦哦。这干什么意思？不知道了。好了。钓鱼。哦。Salmon。哦，钓三文鱼。三文鱼。Aquia Boutique。接待商店。哦，在这个地方可以钓三文鱼，游了一节。到了一个，到了一个三文鱼。这有三文鱼吗？哎，应该有，有。钓一下吧。我那现在没有，现在不是季节，应该是。那咋了？它钻地下了吗？你没有鱼须，你真是，你给它钓鱼，你看咱们那一天，我在那儿钓。你在这儿呢没鱼，你在家呢就有鱼了，那就是不想钓呗。哎，你看看你这样说就好像是有点诛心的话了，这都有点不对了。好，谢谢朋友们的观看，下课视频我们见。然后再找目的地。找什么目的地啊？不到海边吗？是啊，到海边没有了。马上到了呀！你详细的，我点的时候没有到海边，那个直接到海边的地方啊。顺龙河走可以到，哎，顺龙河走可以到，但是呢，我想到那一个方便咱们方便取水取海水的地方。好了，谢谢朋友们的观看，点赞转发订阅。